艾伦鲁。资料照欧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骑士主帅泰伦鲁 Tyronn Lue 在飙风玫瑰罗斯 Derrick Rose 伤愈归队后，重新将爱神洛夫 Kevin Love 摆回四号位，把克劳德 J。泰伦鲁说，洛夫在对抗大个子和防守挡拆时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这让担任主攻手的他无法完全将心思摆在得分上，而汤普森 Tristan Thompson 则相当擅长这些事情，因此我们目前就决定让他们两个担任先发禁区组合。洛夫本季平均17.2分11.2篮板，但拿手的三分球只有 24% 的命中率，而本季加盟的克劳德从先发被调成替补，他表示这无所谓，因为他在乎的只有赢球。克劳德说，我不是带着必须打先发的心态来到这里的，我已经准备好完成所有教练交付给我的任务，无论先发或替补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出球队的最佳状态，并取得足够赢球的优势。